啊，那我开始了。啊，看到了，黑蒜。哦，天哪！你来闻一下。这味儿，我靠，这什么味儿 ？OK， 他说是要把这个剥开来，里面说是像这个栗子一样。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个，看一下，剥一下。黑蒜啊，要不要我们share一下？你要吃吗？吃一点点尝尝看。嗯。那一点点。一点点。哎，怎么？嗯，来，吃，一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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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一股又酸又甜的一种味儿，又咸的一股味儿。吃吧，你吃吧，那行吧。他头别过去了，他头别过去了，哎，没法咽都咽不下去，就是很酸，醋的发酵的味道，没法吃，无法入口，无法入口，太难吃了，不至于要呕出来，但是真的是无法入口。好，评测完毕。好了，这玩意儿基本上就是打入冷宫了。我是不会再碰了，就这样。